三层升降横移立体车库。三层升降横移立体车库主要用于层高不低于 5.4 米的地下室或小区、商场、写字楼等广场的地面。每个控制单元一二层需留有一个空车位作为交换车位，所有底层车位可直接存取。二三层车位存取时，目标车位下方至空车位之间，所有车位向空车位方向横移，留出升降通道，在车板降至地面，车辆便可完成存取操作。设备驱动形式可采用液压驱动或电机驱动，设备防坠落装置可选用防坠落架、机械式防坠器和电磁式防坠器等不同形式，灵活选择，以适应不同场合的要求。液压驱动升降速度可达5到12米每分钟，是电机驱动的2到3倍，运行高效平稳，噪音低，同时还具有电机空载启动、自重下降、节能环保以及防冒顶等技术和安全优势。安全装置还设有防碰撞、防过载、防冒顶、人车误入、车辆超宽、超高、超长检测、过流过压、错向缺向等一系列保护措施和故障自诊断功能。用智创空间，用心做品质，空间有限，泊车无限，大洋泊车愿与您携手共创停车新时代。